鬼逼人来不自由，龙香凤柱事难收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见霜寒十四周。鼓角接天家气冷，风涛动地海山秋。东南水作金天柱，谁羡当时晚户侯。他整段话的意思是说，富贵袭人而来人也没有办法，一个人奋发，他的成就是止不住的。满堂的花香熏醉了无数宾客，一把利剑横扫两折十四周，战鼓和号角声冲破云霄，使得天气都变得寒冷，风浪席卷而来，让天下好像入了秋。掌握着东南之地做祥瑞天象的支柱，谁还羡慕旧时的万户侯呢？